大家好，我是九龙豪宅 Catherine Goh，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北假山花园的单位，我们现在一起去看看。位于龙平道的北假山花园属于一个独立的地段，除了有超级市场之外，屋苑还有提供穿梭巴士。今日就为大家介绍一个属于二期的单位，实用面积是有807尺。入门口经过走廊位之后呢，就到了单位的饭客厅，它是呈长方形的。业主饭厅和客厅呢个地砖呢都是有分别的，那就令到饭客厅分明了。客厅的窗是采用落地玻璃窗的设计，现在就是从这个位置望到出去，望到就是屋苑的翠绿园景。单位是属于原装三房一套的间隔，现在就先望一望主人房。一入主人房已经是见到业主订造了个衣柜，之后就到了主人房睡寝区的位置。主人房浴室储物空间相当充足，冲凉的位置改了做企缸。隔离两间客房面积大家都是差不多，两间客房的景观除了可以望到翠绿的山景之外，还可以望到新进的超级豪宅。客厕同样是市正实用，两个洗手间都是有窗。厨房面积相当不错，新买家收了层楼之后就可以将它大肆装修。预留了雪柜和洗衣机来去水位的位置。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了，多谢大家看我的影片，喜欢的话就记得赞好分享和订阅我频道，下条片见，拜拜。